我任何下一步的工作的路向呢，一定是要確保不會影響到我的臨床服務。因為大家都知道呢，臨床服務裡面我們除了在診所看病人，又要去醫院，又可能有時要做下手術，所以其實時間的分配呢都是困難，尤其是亦都要確保病人是獲得是延續的一個醫療的照顧的，所以這個是我最重要的。咁啊，今日嚟讲，我仲未有一个正式嘅最后嘅决定，但系咧可以话俾大家听咧，我嘅主要嘅主力嘅方向咧都系临床工作，然后咧就会参与一啲喺大湾区嘅一啲医疗发展，同埋喺香港咧系做一啲义务嘅工作。